享受游戏，热爱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强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温柔。欢迎你们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感谢小伙伴们的收看，小伙伴们收看我们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、订阅还有评论哟。是，等等，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话来玩十二星座跑酷。柔姐，你是什么座？我是天蝎座。我是摩羯座，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啦，开始。我是摩羯座，我去找摩羯座。走了，走了，我们两个是隔壁。我们两个好像真是隔壁。啊、我吃着鸡儿，噔噔噔噔噔。你是不是掉下去了？不说话就、不说话就是掉下去了，因为你没有啊。我啥时候、我是像那种能掉下去的人吗？电方块了。哦，我这边怎么是萤火虫啊？为啥天蝎座的难一些啊？每一关都不同啊！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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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卷轮。哎，我跳过了，我跳过了，我是第一名吗？哇，前面猪贤、熊猫 APP， 哇，鬼火，他们全部在我前面。我要吃蛋糕哎！我还以为我是第一名呢，看样子我得不到第一名了。完了，完了！我在吃蛋糕。到底哪个？他们好快啊，他们太快了，这跑酷你玩不过他们的，我跟你讲。不是不是，主要是我这里最慢，为什么？哇，我抢到了，我得第一名了。哇，这一背包的装备，我的天哪，为什么我这里要吃蛋糕，好烦躁。是看不起我们天蝎座吗？这就完了，这就完了呀。走，去找柔姐姐去。柔姐姐，我看，啊 ，biu biu， 导弹鬼强过来了 ，biu biu 吧 ，biu 打，破了没？别打我呀！我来玩这个。这个我也到了。你也到了，你捡到东西了吗？捡到东西了呀，飞。捡到啥了？我还用不了火箭背包什么鬼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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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这十二星座是炸毒的吧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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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你们是十二星座的哪一个星座呢？在视频的下方留言给强国好吗？好了，那么的话，咱们今天的迷你世界十二星座跑酷就到这里结束啦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